嗨，各位小童子的粉丝们，大家好！哇哦，一年一度的儿童节要来了，我相信呢，每位孩子们呢都是非常的期待的哦。但是呢，各位爸爸妈妈又要伤脑筋了。那没关系，这是就由小童子启示能工作室的橘子老师，还有我们的芒果老师，好，由我们两位呢来帮爸爸妈妈烧烧脑哦。哇，今年的儿童节呢，可以带孩子们去哪里玩？首先，橘子老师啊，是。你要带我们去哪个景点呢？首先呢，要为你们介绍的是台中的自然科学博物馆哦。哇，博物馆哦，听起来又要读书，我好不容易放假，我可以 say no 吗？ No， 自然科学博物馆里面有很多好玩的游戏哦，尤其走到我们的生命自然科学中心呢，里面有很多大大小小的恐龙、恐龙、闪电龙。哦哟，你确定有闪电龙吗？没有，那是雷龙啦，是雷龙哦，听起来好好玩，你赶快带我去，带我去。好，那我们就一起出发吧。第一关是我们的恐龙来了，熟悉的气喘如下。好，首先要准备一些呼啦圈，把它放在地板上面。还有一只大恐龙，我们要绕着呼啦圈跑大圈圈。这时候看到大恐龙恐龙来了，赶快躲进圈圈里面保护好自己。好可怕！恐龙走了，继续跑圈圈。好，就简单的小游戏这样子，你们会玩了吗？第二关是我们的快乐小挑夫，所需的器材如下：首先要准备一个自制的扁担，还有我们的充气楼梯。玩法：把我们的扁担挑起来，走过我们的障碍物。嘿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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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即可过关。这样子你会了吗？耶！芒果老师，芒果老师，嘿，怎么了？吃饱了肚子肚肚，有什么好地方推荐可以去运动运动的？带你来体验一下台湾的国球，也就是棒球哦。刚好台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场地，它叫做洲际棒球场，就让我们一起来体验打棒球的快乐吧。第三关，强棒初级，所需的器材如下：一根长长的球棒，还有一个大大的球，还有一个三角锥。玩法：把棒球棒把我们目标物击出，即可过关。这样子你会了吗？耶！橘子老师啊，今天我们去了好多地方，也玩了好多好玩的游戏哦，让我现在好期待明年的儿童节。当然啦、啊，如果爸爸妈妈你有更好的 idea， 请在下方留言给我们哦。祝大家儿童节快乐，拜拜。